开门一下，来，警察。哎，部长，小心我。带着警方上摩铁抓人，前北市议员杨石秋的儿子杨泽祖拿着手机用搜证再度拍下大骂歌手邱庆伟吸毒证据。在偷东西啊！你偷我的东西！我偷了什么东西？你偷我什么东西？网恋不是吗？我还够多告你一条侵占。两人碰面立刻叫嚣互呛，杨泽祖与邱庆伟因架设网站问题互告，官司还没完，杨泽祖这回又掌握对方行踪，发现邱庆伟用女性假账号诱骗一名男子到士林摩铁吸毒，立刻会同警方逮人。十月十一号已经跟检察官讲不能再放你限制住居了。狼狈的躲在厕所，见到大批警力上门，邱庆伟嘶吼大叫，情绪失控，但警方仍在房内查获到安非他命。邱庆伟嫌同时有多项的通缉在案，依法逮捕之后移送地检署侦办。救命，放下救命！去年杨泽祖才依刑事诉讼法中利害关系人得进行逮捕通缉被告的规定，到邱庆伟家中抓人。这回邱庆伟由吸毒被抓，官司缠身，涉嫌毒品伤害等案，还身背诈欺、妨碍名誉三条通缉，现在交警方依法送办。移民署也将配合法院侦审情形，办理收容或后续驱逐出境事宜。记者张佑慈、张妹子采访报道。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也没有任何的污染，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小朋友、 baby、 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欢迎大家上快点购。